你干嘛？我在打蚊子，有蚊子。过。哎，反正也是干等着，也别等出去了。现在说说吧。说什么？说说思夜为了我追御医放烟火暗中保护我的事情吧。嗯，你也不必不认，这是师父跟白石供出来的。这两个拔不出嘴的。当初我刚进国子监的时候，我以为你跟他们都一样处处刁难我，不过没想到你只是在暗中帮我争取平等的机会，关心我的生死，还记住了我随口说出来的喜好，尊重我的理想，也尊重我的习惯。其实对一个人好不难，难的是用这个人喜欢的方式去对他好，尊重他，处处站在他的角度上思考。果然是哥哥口中那个听话又粘人、贴心懂事又乖巧的小白。你说什么呢？没大没小的，叫我思夜。我也就是看在你是雨兄妹妹的份上，才一直照顾着你，不用客气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表扬你，我夸奖你，我赞美你，你看你。时时刻刻端着你那个四爷的架子，真没意思。又冷了？嗯。冷了你还那么多话？再休息一会儿吧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到了。再睡会儿。此事我自会筹划。五日三省。桑祈。四爷。咱们愁眉苦脸的。刚才冯博士宣布说午后要测试小考，可我在山上光顾着习武，未曾复习课业，我这不临阵磨枪吗？你在课业上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为师可以单独给你讲解。真的？嗯。比如说这个。嗯。
阿杰，那个我送你回府吧，顺便可以看看伯父。嗯，那个伯父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啊，我帮你拿吧。这边，这边。朱文远，我觉得你有点奇怪。为什么奇怪？公子，这卓文远和桑祈天天形影不离的，上学路上一起走，这放学路上就差手牵手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没事吧，公子？找我干什么？你就在府里随便转转，有所不丢。你还不如回去陪他。这么多人陪着他，又不差我一个。连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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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等我啊，连翩，连翩。你才是主角，你问我干什么？连翩，你听我起。